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80面，580面，最后一行。 从第二句看起，此契觉之意为，以这法觉之，以见则智慧法之真伪。前面我们学到此地。 这个意识而未尽，还得要补充说明。法，无论是世间法，是佛法，如果要想有成就， 选择法门是最重要的一桩事情。一个人一生的吉凶祸福，成败的关键。 与这桩事情有极大的关系。我们想想，中国在古代历史上所记载的古圣先王啊，我们的老祖宗确实。 以见则智慧法来教导后人，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，在佛法里面讲，与性德相应的是真的，与性德不相应的这是假的。啊，性德是什么？中国古圣先说：“人性本善，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是赞叹的第一个词句，那就是完美、圆满到极处，没有一丝毫的缺陷。” 这就是《大学》里面所说的“大学之道啊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知于至善”，这就说得很清楚了。啊，自信是明德，明是智慧。 与智慧相应的，这叫明德啊！在亲民，这个亲是亲爱啊。五伦第一句所说的“父子有亲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凡是由亲爱所延伸出来的种种德行，无一不是至于至善。 一个人一生才能够享受幸福美满的生活，这法这种智慧达到究竟，可以说 是祝福如来。那么，祝福如来第一个为一般大众所选择的正法，就是十善业啊，不杀生， 不偷盗，不邪行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这是真的，所以称为十善业道啊！反过来，杀盗淫妄啊， 这是假的，这不是真的啊！这是唯一，会给你带来无穷的灾祸啊！我们从这个地方去观察、去体会，就知道 这个智慧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所以把它摆在第一条啊。你要觉，你要知道选择。选择过人根性不相同。 爱好不相同文化背景不相同，志趣不相同啊！但是万事万物，只要随顺信德，就是真理。 也就是我们能够随顺十善业道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，能随顺伦常八德它的效果， 跟诸佛菩萨所说的十善业道无二无别啊！所以中国大乘佛教，唐朝中叶之后就不再用小乘经论的四阿含不学这个， 用儒跟道代替小乘，直接入大乘这都是祖师大德了，见则智慧啊，这1500年当中，佛法修学正果，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啊，佛法之衰，衰在最近的200年。怎么衰的？我们责罚错误。 没有坚持祖宗的教诲，这200年，我们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，相信了科学，甚至于我们可以说，我们迷信了科学。 啊，什么是科学？真正懂得的人并不多啊。认识科学不是一个坏事情。认识科学，把中国老祖宗的圣学丢掉了，这就是坏事情。 啊，所以今天社会动乱，我们居住这环境里面的灾变异常，为什么？有人在想，很多人在想，怎么想也想不出来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学了科学的方法论，啊，科学能够发现有灾难，解决不了灾难，啊，能够化解灾难，需要圣贤的智慧的教诲，啊，但是现在说起来，没人相信啊。 啊，这个没有人相信的原因，也是科学造成的。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，啊，所以今天科学称为物理学。啊，近代的这个物理学。 啊，走向2个极端，一个是研究宏观的宇宙，一个相反的是研究量子力学。宏观宇宙是无穷大，量子力学是无穷小。啊，大小2个极端，有成就。 啊，那么这些科学家，他们研究观察，必须有现象。啊，这个现象可以分为3大类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啊，可是诸法的根源。 科学的就讲的最好的，认为这是自然现象，讲的不算错。但是他讲的很模糊，不够透彻。为什么会有这个自然现象？他说不出来了。啊。 佛法里头讲得清楚，啊，我们前2年学的修华严奥旨，望境还原观啊，这是隋唐时代华严宗娴熟过思的一篇论文啊，这篇论文不长。 啊，完全依《华严经》啊，简单明了，为我们列示出来宇宙的缘起，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 啊，随顺信德信修不二啊，为我们提出了四大纲领啊。第一个是随缘不变，第二个是唯一有责。 第三个是如何制止，第四个是代众生苦。这是诸佛如来所实现的。啊，化身佛为一切众生。 做出来的榜样啊，这样的生活才是究竟圆满的幸福，具足真善美慧也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人讲真善美慧是假的，有名无实啊。 啊，大乘佛法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这个选择就完全是真的。我们今天要想离苦得乐，不能不重视这一条。说到最现实。 啊，现在人哪个不想发财呢？哪个人不想有智慧呢？哪一个人不想健康长寿呢？非常现实，走遍全世界，不同的国籍、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信仰、不同的文化。 你问这三桩东西，他要不要？统统要，没有一个是不要的。怎样才发财？怎样才有智慧？怎样才有健康长寿？那你的选择，这三种都是果报啊。果一定有因，一定有缘。 佛家讲因缘果报啊，你修因，你随缘，果报就现前了啊。财富的果是什么呢？啊，这因是什么呢？佛告诉我们，是财布施。 越施越多，越吝啬就越少啊，就越有限呐、啊。台湾人在现前这个世界、这个地球上，是一个很慷慨、好布施的这么一个族群。这个族群有福报慷慨布施舍得了。那么如果我们要聪明智慧，聪明智慧的因是法布施，这一点我们做得不够聪明智慧是从法布施来的法布施呢，首先自己要认真修学，你不学，你怎么布施？布施就是为人演说，叫法布施演是表演，做出来给人看。人家才相信法布施的难，是你要认真去修学，你才有法。像财布施一样，你得有财，你才能布施。你没有财，拿什么布施？可是这个施呢，越施越多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我也跟诸位做过多次报告勉励大家。我在没有学佛之前，人有命运，人一定要认命你才有幸福，你才有快乐命富贵，你有富贵的快乐；命贫贱，他有贫贱的快乐。这叫道幸福美满快乐，实在讲与贫富贵贱不相干与什么相干呢？名理有关系佛教大乘教里面给我们说诸法实相，你通达诸法实相与这个有关系通达诸法实相就叫悟道，就叫得道你得到了理明白了，所以理得心就安了，心安就生智慧，智慧就能通达明了诸法的真相，这个里头有乐，有非常的快乐你得到了，你可以教别人永无止境的去教学，你的智慧就不断向上提升了这是获得聪明智慧的方法，这不是知识，这是智慧健康长寿是无微不至欢喜，帮助苦难众生，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。 果报是健康长寿啊！你修三种因，一定得三种果报，这是最现实的责法。你要是不懂这个道理，你想发财，那得看你有没有命啊！你要没有发财的命啊，你一生想尽方法。 你也发不了财啊？为什么呢？你命里头没有财，你怎么发？啊，那你懂得佛法了，命里没有财也能发财啊！我是个例子，这个方法张家大师教我的，我用了60年。 非常有效啊！老师当年叫我修布施，那个时候我生活非常艰难啊，自己做一个小公务员，收入非常微薄，仅仅勉强的啊。 维持自一个人的生活，哪有钱布施？张家大师问我，1毛钱有没有？我说有，1毛钱可以，1块钱行不行？1块钱也还可以，你就从1毛1块去布施。布施的心不能够中断，常常有这个心，尽心尽力去布施。 哎，真的越施越多啊！钱从哪里来的？我不知道啊。最近这10几年来，每一年我这个布施出去做好事的时候，累计1000万呢，没有少过这个数字。 我自己都不敢想象啊！啊，刚学佛的时候，连吃饭都成问题啊，现在还有这么大的力量去布施。老师的话没有骗我，我天天把老师的像供在我面前，感恩呐！啊，三种布施都是他教我的，啊，我才用。 不缺乏，不问人要钱，不化缘，啊，常常劝大家不要送钱给我，哎，哪里来的都晓得，啊，确实心想事成，想做什么，财力物力都不缺乏，啊。 现在岁大了，什么都不想做了，啊，只是想每天能有4个小时讲经，啊，这就我很满足了，其他的什么都不干了。啊，海外的朋友们，你们来看我，我欢迎，我不再去看你了，啊，85岁可以不出去看别人了，啊。 所以，这法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学佛选择法门呢更重要。你的一生有没有成就，这个关键就大了啊！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慈悲呀！ 我们凡夫愚痴，没智慧，不会选择。可是他们常常叮咛、嘱咐、教导我们，释迦牟尼佛在《大集经》里头教我们：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相法时期禅定成就。 末法时期净土成就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啊！我们生在什么时代？现在生在末法时代，末法1万年，已经过了1000年了，往后还有9000年啊！中国古人的记载。 这是历代祖师大德都相信的，没有怀疑。释迦牟尼佛出生，周昭王24年。你们看看普佛，大普佛这个记载里面都说得很清楚。啊，家音，释迦牟尼佛属老虎的。 啊，缘起在周穆王53年。啊，世尊住世80年，我们中国人算虚岁，啊，外国人讲79年，啊，79岁圆寂的。照这个年代来计算，到今年，佛灭度到今年3038年。 那跟外国人讲的不一样，外国是2506年是吧？哦，差很远，这个不必去计较，也用不着去考证，啊，这无关紧要。最重要的，我们今天是怎么样能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问题重要，其他的不重要。 所以，末法已经过了1000年了，祖师大德都劝勉我们选择净土。好啊，净土非常适合于先前这个时代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它的经典少。啊，总共。 只有6部经，啊，《无量寿经》、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，啊，这是3部经，还有一部论，《往生论》，啊，原本就3经1论啊。清朝。 咸丰年间，魏默生居士，就魏源居士，把40华严最后一卷，啊，普贤行愿品最后一卷，附在3经的后面，叫4经，叫4经1论。啊，诸位如果看到有4经1论的， 就这么回事情，你就了解了。啊，10大愿望导归极乐，讲得好啊！为什么呢？我们看《无量寿经》的第2品，德尊普贤。啊，可见得，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修什么法门呢？个个都是修普贤法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佛告诉我们。 菩萨不学普贤法，不能成佛。啊，菩萨要成佛呢，一定要修普贤法门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，普贤法门是主修的课程，必修的课程。啊，所以这一部经附上的好，应该的。民国初年，印光大师又将《楞严经》里头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附在四经后面，变成净土五经一论，好不好？好，圆满了，不必再加了，到此为止了。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只有244个字，比心经还短，心经260个字，啊，大势至圆通章244个字，可以说它是净土的心经，啊。般若心经呢，是大般若的心经；大势至圆通章是净土的心经，也可以说是释迦如来一代十教全部大藏经的心经。印祖如果没有这个举动，我们疏忽了，大意了，体会不到。他这么一个举动啊，让我们就感注意到了。细心一观察，体会到的时候，他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49年所说的核心的，太重要了。啊，讲什么呢？就是劝我们念佛往生净土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方法很简单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你就成功了，你就圆满了。啊，所以净土经论就可以到此为止了，啊，不要再加了，啊，五经一论，分量都很少，啊，佛慈悲，祖师慈悲，啊，又告诉我们。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你要真正懂得这一句话，你这一生没有不成就的。根利的，你会大彻大悟，会明心见性，啊，决定上上品往生，啊，往生就是成佛。啊，上上品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法身菩萨，不比阿弥陀佛加持，你就成就上上品啊！啊，不能达到这个境界的没关系，只要能往生。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好，到达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48愿无界修行的功德加持给你，你就成为阿惟越致菩萨。啊，阿惟越致什么？就是法身菩萨。这个便宜可占大了。一切法门里面没有啊，一切诸佛国土里头也没有啊，所以阿弥陀佛被一切诸佛尊称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我们前面学过的，这都是责罚了啊！所以你要会选择法门，一门选择了，长时熏修，至少10年，10年就学一个法门，心是定的啊。可是修学之前，你必须有基础，像盖房子一样，盖大楼，基础打得好啊！如果没有基础，修一辈子不能成功。这个基础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些年来我们提倡的儒释道的3个根，这是基础，一定要做好。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是善业。十善业道经上，师尊说得好啊！这个基础是人天法的根基你在人道，来生还不是人身。也可能你到天上，什么原因？十善业道是因。可是你要晓得，十善业道是建立在《弟子规》跟《感应篇》的基础上，没有这个基础，十善业道不能成就。现在学佛的同学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十善业做不到。什么原因呢？下头没有基础。古时候下面基础是小乘，那我们现在小乘也不要了，儒道也不要了，就变成没有基础。你这个地基永远不坚固，底下的土是松的，这样你才能知道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跟我们学佛那个关系是多重要，决定不能疏忽。所以儒释道3个根扎得牢，然后你一门深入，五经一论里头，你只选一种就够了。你用10年的时间，依照一部经。专修专学，你的心是定的。一般平常人这个平常人是3个根的基础扎好了的，这种人没有3个根的不算，应该在3、4年就会得念佛三昧，也就是说，他得清净心了。清净心起作用，生智慧。不清净的心起作用，生烦恼得三昧有个3、4年，他就会开悟纵然不能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大悟是肯定有的。啊，过去李老师告诉我，大彻大悟，他所悟的是教理，所以他对于一切经呢都能贯通。啊，不必学，自然就会了。 那是大彻大悟啊，次一等呢，这是大悟。虽然不能通各宗的教义，你本宗会通啊，本宗从净土宗啊，与本宗。 有连贯的这些经典，你也都能够通达。啊，这就是古人所说的“一经通了，一切经自然就通了”。你不需要学，自然就通了。这真的吗？真的。有例子有。 你去看《六祖坛经》，慧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。啊，他不认识字，没有读过经，他在五祖道场。 住过8个月，五祖分配他的工作是做苦工，啊，对方里面是舂米破柴，干这个事情。所以道场里面的讲堂他没去过，禅堂也没去过。 讲堂是解门，禅堂是行门。换一句话说，行解他连边都没有碰过，啊，他开悟了。他凭什么开悟？ 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他就凭着开悟。他对五祖有万分沉浸，五祖跟他说话，他就得万分利益。 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！最后那一天夜晚，五祖跟他讲《金刚经》啊，他不认识字，当然没有经书啊。讲《金刚经》大意。 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开悟了。悟了以后，后头不要讲了，完全明白了。五祖衣钵给他，叫他赶快走，啊，找地方去躲藏起来，怕人陷害他。他就躲了15年。 啊！大家把这个事情忘掉了，15年过去忘掉了，他出来了。啊，那根据《坛经》里面所记载，他刚出来的时候在逃难，路途当中遇到无尽藏比丘尼，这个比丘尼受持大涅盘经啊，我们知道大涅盘经的分量很大，两种译本，一个36卷，一个40卷。你听听卷数就晓得，这分量很大啊。 比丘尼天天念呢，天天读诵啊。能大师那个时候24岁呀，哎，他在旁边听，听他念完之后，能大师就把他你刚才念的那段的意思讲给他听。无尽藏比丘尼都呆了，啊，真是高人呢，讲得那么透彻。 拿到经本上请教，慧能大师，我不认识字啊，不必拿经给我看。他说：“你不认识字，你怎么会领悟这么深，讲得这么好呢？”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啊。悟了之后，一切经都通了。 啊，他认识字，一看就明白；他不认识字，一听就明白，一接触就明白。这一精通，一切精通啊，没有障碍了。啊，《坛经》上记载的法达禅师，那是个念《法华经》的人。 啊，到曹溪去亲近六祖。啊，礼拜的时候头没着地。啊，起来之后，六祖就问他：“你刚才礼拜我看到了，头没着地，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”啊，他就讲了。 他念《法华经》3000部啊，《法华经》分量大了，一天念一部，3000部也得10年了，很难得，不容易了。六祖，《法华经》讲些什么？他答不上来，反过来向六祖请教。 六祖说：“这个经我没听说过。你既然念了3000部，你就念给我听听。”他念到第2品，方便品。啊，念到第2品，六祖就说：“可以了，不要再念了，我全明白了。”把《法华经》大意讲给他听，他开悟了。 啊，在磕头啊，头着地了。诸位想一想，你要想通宗通教，不开悟不行啊。怎样才能开悟呢？开悟是在讲个个人都有份的，所以。 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了。只要你肯放下，你就开悟了。啊，放下什么？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，《大乘经》里面所讲的呢，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你只把这个东西放下。 你就大彻大悟，就明心见性了啊！你跟慧能大师一样没有一样不通达了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样你不通。这叫什么？则法我们学佛应该怎么选择？细说净土，就是无量寿经；略说净土，就是阿弥陀经。观经里面只讲净土里头两桩事情，一个讲原理，一个讲方法。原理是在讲，就是四个字：净宗的原理。四个字：是心是佛，就是《华严经》上佛讲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观经上讲的更简单，是心是佛。那佛法呢？是心作佛。怎么个做法呢？提出了16种。方法，就是16观，16种方法，最后那一种就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这是第16观，讲绝了。经上讲的很简单的。是心是佛这4个字，像我们如果在此地讲的话，100年都讲不完，字字句句义理无穷无尽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华严经上讲的一皆一切，一切皆一，所以说这法是我们事出世界成功失败第一个因素，你选择适当，你很快就成就；你选择不当，你的麻烦就来了。中国老祖宗选择恰当，选择是五伦、五常、4维、8德，所以世世代代。兴旺历史上所讲的盛世太平最近200年把它丢掉了，不学了，不要了，惹来这个灾难。古人讲的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不相信祖宗。大不孝不相信圣贤，不相信佛菩萨，大不敬不孝不敬，灾难就来了。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我们再看下面第2，精进觉知。这个觉就是智慧。前面告诉你，没有真正智慧，你就无能力选择。你不知道选择什么好。精进也是如此，没有智慧，你就无法精进。以勇猛之心，立邪行。行正法，这里头个讲求可大了。什么是邪行？什么是正法？这就是第1条。第1条的以检测智慧法的真伪，邪就是伪。啊，要以勇猛之心，当机立断。啊，不正当的马上就放下，就把它断掉。 啊，标准在哪里呢？邪正的标准，《弟子规》是邪正标准，《感应篇》是邪正标准，《十善业》是邪正标准。至少你要用这三个标准。断恶修善。 你才能够永远不食人参。你要不出六道的话，你生生世世都在人道，啊，你不会变成恶鬼出生。恶鬼出生是行邪道，邪中之邪，那就堕地狱了。 啊，行正道的人，果报在人天呢。修的福报如果太大了，人间没这么大的福报，你自自然然到天上去了。天有28层，福报大小不一样。 七情五欲没断，福报最大的升到欲界，他化自在天。欲界里头最高的，福报最大的。啊，这一层天人的享受。 从物质上享受来讲，几乎跟极乐世界相仿佛，差不多。这福报真大啊！缺乏的时候，他没有真智慧啊，也就是说，他见思烦恼没放下，所以他离不了六道轮回。一心修禅定，啊，禅定共生呢，生在四禅。 四禅18层天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都是3层天啊，33是9层天，第四禅很特殊，除了正常的3层天之外，它还有个外道天。 哪些人就往生的？修无想定的，叫无想天。啊，之外呢，还有小乘圣人、三果、阿那含啊，在那边修行，他们也有5个不同的宗派。 修道的境界相等，都在那边，叫无不还天。不还是它不会往下降，它只有往上提升，不往下降。啊，也就是不退转了。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！啊，无不还天向上提升，根立的证阿罗汉果，超越轮回了；根钝的出不了轮回，他通过四空天，从非想非非想天。 再离开六道，啊，升到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，凡是向上提升，都要靠精进。啊，精的意思。 纯而不杂，叫进。啊，进是往前进，绝对没有后退。啊，这两个字连起来，意思就很明显。啊，纯而不杂，才能向上提升。修得太杂了，太多了，太乱了。 啊，那就变成什么广学多闻，能不能提升呢？不能够，无法向上提升。即使根性大利之人，啊，善根深厚啊，根性大利，是一闻千悟。 孩子要走这个精进的路他才能提升，才能超越。啊，如果一味广学多闻，最怕的就是变成所学的那些东西啊。 变成了所知障，障碍你得定，障碍你开智慧，障碍你往生，障碍你正果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这个不能不注意啊！啊，精进两个字，特别注意那个精。 啊，一门深入啊，叫精啊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那是精中之精。啊，真正把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我们在。 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看到，功夫练到成就了，自在往生。 预知时至，大概要多久的时间呢？一般讲3年。诸位想想，一个凡夫3年就成佛，谁敢想想？这个事情摆在我们面前。 真的不是假的呀！40年前，高雄这边将军乡有一个老太太，念佛3年，站着往生。啊，我有一次在中山大学讲的这桩事情，我下了讲台，还有大概是将军乡的那些朋友来听的，告诉我他们知道，他们还记得这桩事情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样的人啊，才是此地以简则智慧法的真实，勇猛精进啊，3年做佛去了啊，站着走的，没有生病啊啊！那个时候我在佛光山教书啊，星云法师买了一块土地，建了一个东方佛教学院，是一片荒山，什么都没有啊！我在佛学院教书啊，晚上他们佛光山有常年做工的工人，长工啊，都是将军乡的人，我们晚上在赏月，月光非常好，在赏月啊，他跑到我们里面来，告诉我们这桩事情。啊，是他们的邻居告诉我们，真的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老太太人非常厚道、慈悲。啊，但是对佛法不懂，什么神都拜。啊，是个大善人。啊，3年前他娶了个媳妇，媳妇懂得佛法，就劝他婆婆，啊，不要到处去拜，家里面是一个佛堂，在家里头专念阿弥陀佛。那老太太有善根，那就听话了。啊，听媳妇话就真的不出去乱拜了。啊，一心一意在家里念阿弥陀佛，念了3年。啊，走的时候他也不说。啊，晚上走的，吃晚饭的时候，老太太告诉他的儿子媳妇：“你们先吃，他去洗澡。”啊，他也没有说他往生，他去洗澡。啊，儿子媳妇很孝顺，等他，等了很久没出来。啊，就去看看，真的他洗好澡了。啊，喊他没有人答应，去找他，在佛堂。啊，穿着海青，整整齐齐，手上拿着念珠，面对着佛像。叫他不答应，仔细一看的时候，他走了。你看走的多潇洒，他不说，没人打闲岔。啊，那么安详的走了。他如果一讲要往生，可能他媳妇儿子又要说很多话了，打他的闲岔。啊，所以他不说。啊，走得那么自在，3年功夫啊！啊，这将军乡这个工人给我讲的，我现在把他名字都忘掉了，40多年了，啊，印象太深了。啊，那么最近前几年，大概前4年吧，深圳有个黄中昌居士，30多岁，啊，他做实验，他听我讲经，很多3年去念佛往生，他就发一个愿，念3年，看是不是真的能往生。啊，在深圳闭关，向小利护法，护持他。啊，2年10个月，他欲至时至，就是自在往生，还差2个月，满3年，真的不是假的。 啊，黄中昌在这个官房里面，每一天是念1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就是这汇集本，一句阿弥陀佛，啊，心定下来了。反复3年成佛。 这个是人间第一等人呐、啊，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！啊，他告诉我们，人人可以做得到。问题就是你自己肯不肯干？啊，没有一个人做不到。所以，到极乐世界不难呐、啊，只是你不想去。 啊，真想去是一点都不难。精进，我们要学。弘法利生是好事，这是大慈悲心，特别是在现在时代。 社会动乱，地球灾变异常，啊，真正能够发大菩提心，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，好事情。那你要成就智慧，成就辩才，智慧是主，辩才是附带的。 有智慧，自然得佛菩萨加持，辩才无碍啊！这不是学得来的啊！可是这个地方，这后头这6个字重要——念念不能忘记的。 立邪行，行正法。正法是什么？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正法，正中至正啊！啊，所有一切障碍你念佛。 障碍你心地清净平等觉的，全是邪法。总的要记住啊。第3是喜觉知，这个欢喜从哪来的？从觉来的，觉就欢喜。 前面讲觉就精进，觉就有能力选择一切法。那他不觉怎么行呢？啊，觉从哪里来呀？觉从平等心来，平等从哪？平等从清净心来，清净心从哪里来？从立邪心来。 啊，那么这个地方的喜，就是孔子《论语》里头第一句话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那个月就是你的习觉支啊，这个习是法喜充满了，喜悦。这个乐不是从外头来的啊，是从内心里面、智慧里头生出来的啊。你把你所学的习是什么呢？落实了，所学的都变成生活了啊！诸位现在真正发现，把《弟子规》变成日常生活，把《感应篇》变成自己的日常概念。以这样的基础在学佛，认真去学十善业道，净业三福第一条你做到了，你就会有法喜充满啊，常生欢喜心呐、啊。啊，也就是一般人讲的，你已经齐如佛菩萨的境界了，你得到佛菩萨的气氛了，怎么会不快乐呢？怎么会不欢喜呢？啊，法喜，充满的。大乐啊！那现在我们学佛，没有得到法喜，没有得到法喜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没有得到佛法。我天天念经。天天拜佛，天天念佛，天天听经，没得到这什么原因？第一个原因，你没有从基础上学起，也就是说，你没有从儒释道三个根下手，你没有根啊，好像盖房子，怎么盖都倒下来了，都盖不起来，你地基没有做好，这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？外面的诱惑力量太大了，名利的诱惑，五欲六尘的诱惑，你没有能力抵抗它了。啊，你敌不住，到最后就投降了。同流合污，你跟他走了，他那个力量太强大了，你学佛的力量薄弱，敌不过。啊，所以你还是生烦恼，你不生法喜，原因在这里。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那你要问，我怎样才能学佛真的得受用？啊，得受用的相就是得法喜，你会非常欢喜。啊，你学习会精进。为什么呢？你欢喜他，锲而不舍。你才真正知道这个是人生的享受。方东美先生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他老人家在晚年，学校里面所开的课程全是佛经，这个也是。 现在世界上没有这个例子，他在台湾大学哲学系开的课程，大乘佛学，隋唐佛学，魏晋佛学，他开这些课程，大单元。 一个单元讲1-2个学期，晚年退休，台大退休，辅仁大学请他过去，在辅仁大学博士班讲华严哲学，当时我对于 选修这个课程的同学们，我都送他一套完整的《华严经》60华严、80华严、40华严，每个学生送一套。很可惜。 他老人家79岁就走了。他如果多活10年，对台湾佛教影响就很大。这也是我们台湾同胞没有福报这么好的一个老师。他是从哲学进入到佛学。 肯定了，佛经哲学是世界上最高峰、最高的哲学。真正在他对大乘佛法的时候。 我感觉他已经欺辱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走了，非常可惜。他得法喜，所以他把这门东西交给我。 我们学佛有没有得到真实受用？这个方法可以测验自己，真的欢喜心升起来了，烦恼轻，智慧长，灾难现前了，不惊不怖，不慌不张。 这是佛法得受用的，这个里面有大道理在有大学问在第四个，清安觉知，这个清安是享受断除。 身心粗重使身心清丽安适，这是智慧。为什么会得到清安呢？身心你看，清历安适，关键在放下，他真放下了。 他把忧虑放下了，把牵挂放下了，把烦恼放下了，把习气放下了，所以才得到身心安稳。这个粗重是粗重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压力，他身心都没有。 全放下了，每一天生活在这个世界，就仿佛生活在极乐世界一样，华严境界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生活在无障碍的法界。 你要问为什么？答案很简单，法而入世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古人有一句谚语说得好：“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”。 这个世界本来是极乐世界，是你们自己搞乱了。这话是真的，一点不假。六祖坛经。 能大师给我们说的很好，他开悟了，头一句话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”这话说的多好啊！自信是我们的真心，本来是清净。 有没有被染污？没有，永远不会受染污。真心的受染污的是什么？妄心。阿赖耶接受染污，心性不接受染污，没有染污。 那换一句话说，你用真心，就是清净平等觉；你用妄心，这才有染污啊，才有妄想分别执着。为什么不用真心呢？用真心，你就是佛菩萨凡夫成佛，在一念。 一念回头，我用真心，我不用妄心，你就成佛了。经上所讲的一切，你全得到了，都是你自己本来有的。如果你用妄心，你跟信德180度的相违背。 这个苦难是自己找的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。与你自信清净心是更不相关。可以这么说法，都是迷惑惹的祸啊！一念迷了，惹出了六道轮回呀，惹出了三恶道啊！本来没有啊。 啊，现在有没有？现在还是没有啊。而你自己认为是有，这就是麻烦。所以清安就非常重要，这是学佛 最初得到的受用，如果没有这些真实的受用，谁肯学？啊，今天学佛的人很多，不得受用，不得受用，为什么还要学它？ 求一点精神寄托，时间太苦了。有没有得到效果？没得到。啊，如果属于效果，那《大乘经》上所说的“阿赖耶上”，阿赖耶里头啊，种下了佛的种子，只有这个好处。这个种子没有发芽。 实际上的利益不在这一生，来生后世遇到佛缘了，也许这个种子会发芽。会茁壮，会开花结果，那就好了。 啊，那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，你首先要肯定，只有净宗法门，只有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许许多多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。啊，这些人为我们做 正转啊，佛教化众生三种方式，叫三转法轮。对上根人不用说话。 见到释迦牟尼佛，他就开悟了。佛还没说话，他就开悟了。啊，根力呀！佛在那里表演呢，被他看出来了，他一看就觉悟了。这为人演说嘛，演是表演。 啊，宇宙之间这些真理，从他日常生活当中演出来了。啊，上根人知道，啊，中根人就不行了，他看不出来，体会不到，那就得给他细说了。啊，用言语宣说。 中等根性的人，中等根性是极大多数啊！所以世尊说法49年啊，现在我们讲知识分子说法是对知识分子说的，这是劝导大家。第三种方法劝导都不相信啊，他必须自己亲眼看见，他才相信。那佛就用第三个方法，做正转，确实做出证明，让他看到，他相信。叫三转法轮。我们真的看到了，真正看到念佛往生，真的往生不是假的。念佛往生，真凭实据是什么？是往生这个人，临命终时告诉家人，佛来接引我，我到极乐世界去了，说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说完之后，他走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在古代，慧远大师做最好的榜样。中国净土宗的初祖，东晋时代。慧远大师在江西庐山建第一个念佛堂，净土宗开始祖师大德们所依靠的经典，就是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还没翻译出来，我们相信已经传到中国来了，没有翻成中文。翻成中文的只有《无量寿经》，这《无量寿经》是最早的翻译。东林念佛堂的这123位。大善知识依照无量寿经修行个个成就通通往生殊胜无比。这里头有不少学者专家，历史上的名人呢。我们在慧远大师传记里面这记载看到的，圆光大师在世的时候，曾经3次在定中见到极乐世界，没给任何人说。临命终时，这个境界又现前了，他才告诉大家。极乐世界我看到了，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。别人问他，你见到的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？跟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讲的一模一样。先往生的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他，他能说得出来哪些人跟在阿弥陀佛旁边，欢迎他到极乐世界去。这是真的，这个不是假的啊。啊，不是说走的时候啊，身体柔软，头顶发热，那个不见得靠不住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身体柔软，头顶也发热。啊，来生到人间是大富大贵，他也有这个相。啊，所以确确实实证明往生说，他临终时说出来。临终心不颠倒，啊，佛来接引他。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，啊，不颠倒讲临终的时候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是往生第一个要素。如果临终的时候迷惑，靠不住了啊！所以像现在所谓的老人痴呆症，这个很麻烦啊！临终的时候家里人都不认识了，他就决定不能往生啊！那人都不认识，佛怎么会认识？啊，糊涂了！最怕的是这招啊！这平时积功累德是福报，我修的福报不想，临命终时想，临命终时头脑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是最大的福报。啊，人死了会到三恶道去，都是迷惑颠倒去的，哪有头脑清楚的人肯到恶道去啊？啊，迷迷糊糊去了，啊，去了之后就出不来了，啊，所以要重视五福里面最后的一个好死，走的时候走得好。这是五福里头第一福啊，好死底下一定好生，他不会到恶道去受生啊。修净土念佛人，这种现象很多，他都是来给我们做证明的啊！现前念佛人肯定得的是清安，身心没有压力啊！我们常讲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。啊，虽然灾难很多，没有恐怖，心是定的。除了听经念佛之外，凡是有利益众生的事情都做。积功累德了，福慧双修啊！往生极乐世界人都是有福有慧之人啊！弥陀经上说的很清楚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善根是智慧，智慧能选择，能信，能解，这是智慧。真干，真肯念佛，真愿意到极乐世界去，这是福报。这个法门福慧双修，所以他身心利乐，清安利乐，日常生活当中你能看得出来，他跟别人不一样，什么原因呢？一般凡人贪生怕死。对这个世间留恋呢，他不晓得这个世间，他死的时候一样都带不去啊。他没有想到这回事情得失心很重。占有的念头，控制的念头没放下，所以他的压力就很大，他生活不快乐，活得很辛苦。知道这个东西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彻底放下，你身心就自在了，你才能得法喜，才能真正的远离邪心。把经上的教诲你真正能落实，心真法了。从你的法喜，从你的清安，就能看出你学佛的功夫。一般人讲看到你的修养，你修到什么程度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。这个七觉支，我们学到第4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